见他所见，思他所思。你兜兜转转又回来这里，可有悟到什么？有位故人已等你许久了，机缘已到，这最后一幅画便是答案。去吧，这个故事没人比他看得更清楚。山上冷，吃不着什么好酒。千辛万苦寻到这里，想必不是来陪我解闷的。你心里一定有过不去的事，或者放不下的人。我也一样。我杀不了那只猴子，没人杀得了，除了他自己。后来我才明白，也许那是唯一的办法。他没得选，我也没有。天地不仁，天命不仁。
不知为何，一见到你，我就想起了很多事情。歇一下吧。